他这个就是印象就是老鼠爱大米。这首歌给你赚了多少钱？1.7亿现金，收到的1.7亿现金。当然了，盗版的或者什么东西，那就更没法说了。对，没法说了。这一个月30场演唱会，就是一个月我要至少走60个城市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一首歌吃一辈子，真的我没有。